最奢侈的时光是年轻，最奢侈的时尚是艺术。我是张艺兴，巴扎尔150周年，我在光影里等你。最健康的生活是要多读书，多看报，少吃零食，多睡觉。虽然你不化妆的样子也非常的美，顶着鸡窝头，周末躺在沙发上装鸵鸟的样子也很可爱，连嘴硬都是超级萌。但是我还是想拉你出去，来一场全世界最美的约会。艺术和美给青春雕刻了印记，一起来看巴沙150周年破戒艺术展吧。我在这里跟你一起看永恒。